我看一下哦，用手机我没用按过诶，我是得到最佳导师奖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百分之，我们知道十分之一的观众看是不是可以。目前第一名的是这个龙宇，他46票啊，我是25票，我们目前大概差距就是46减掉25，大概21票。所以我们只要十分之一的观众去按的话，应该就赢了，就第一名哦。好不好？请大家帮我投票一下。刚刚有看到话，有啊，就是点进去嘛，然后这下面有没有按赞？有没靠北，我没登录，按赞再按赞就对了。OK，就是我们十分之一的观众只要按下去，对不对？诶，我就第一名了，诶，好不好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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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
看而已，就这样就投一票了。各位可以去帮我按票吗？太会拉票了，马上逆转，这叫看你们的。我说了，现在会来我的台，基本上应该是百姓，应该跟百姓的台应该蛮久的观众，真的，一人投一票救老百姓，有没有？对，一人投一票救老百姓。连我妈刚说在帮我投票嘞，不过蛮可爱的了，她把讯息传给我，不是啊，你传给我，可能她是用群组吧，因为她不太会用手机啊，好不好？进来之后，然后帮我点这个，对，借家导师讲，然后按赞就可以了哦。对啊，我想要，我比较好奇，现在25票，当我讲完之后，对不对？第一名然后会怎么样？问得好，第一名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了，第一名好像他有一些奖品之类的吧，我记得有键盘啊，就是 Overwatch 的键盘之类的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感觉啊，因为其实对我本身有键盘滑鼠了，我忘记了，我当初只是想参加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参与感，就像我现在开实况要干嘛？就是一个参与感，我喜欢开台跟你们一起这个互动。现在25哦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点下去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如果各位够给力的话，现在应该是125 up， 好不好？哦，有点紧张哦，我给它 reload 一下，应该不会变26吧？应该是不会啦，我看一下。33了，马上有看到没有？2526272829343131323，马上加8票。哎，帮我按一下，真的，马上，我跟你讲，46就给他 KO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一下会不会？哎，对，我说真的，你们这几个一定是最忠实的观众了，所以相信按个赞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我讲真的，我等一下哦，我们不信来看看，看大家是不是够给力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一回来马上就超过46，基本上往下拉你找那个最佳导师有没有，就会看到我了。我们现在是33-46哦，看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实况组没什么了不起，真的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的是什么？干就是你们的，那个有没有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的 LINE 顶管跑到股诶，你知道哦？因为大家看到可能是以为是广告还是诈骗。有人还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百姓这个是真的吗？”啊，我说你点进去先看嘛，不然是骗人的、哦，没有骗人啊！哎呦，我不会骗人的、啊，就是你们就默默去点，然后我等一下有没有？我等一下就进去看，就会看，马上给他46就给他，哦啦啦啦啦啦 ，K， 哦，有没有？要过了，要过了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这样一直讲哦，我害我没有期待感，你先不要讲，就默默偷偷按，有没有？默默偷偷按，马上，真的，百姓这些日子以来就真的是靠你们了。说实在话，真的，你刚谁说更新的？是谁做的？知道吗？很早就投了，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后刚来的观众有没有去帮我投个票，好吧？对我入围最佳导师奖，对啊，会当得冠军的看恁啊，真正的。就看你们了，真的，马上去投，谢谢。刚才是，多少啊？25还是26的？25还是26？我们现在看，当我们打完一场咫尺英雄的时候，到底我们的投票哦会变多少？哦，刚刚已经加了33了，33哦。我们看，这时候百姓就不是我在好奇啊，用数学怎么样教大家怎么样看投票？这不是加减乘除吗？
三三有没有哈？三三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不要去偷看，不要去偷看，投，大家可以去投票。三三，刚才那位是46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到底平板星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到底是否能够一波带走呢？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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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O！ 哇呼呼！干，各位太帅了！哎，不要投错！哎，不要投错！是平民百姓那个名算打错了，对啊，我说我现在会来看我的台，应该是你们应该是跟着我的台看蛮久了，对啊，我说这些日子都是靠你们的，投完票亲一个，谢谢啊，我来比劫啊，欧啦，有没有破百的 ？K， 靠背啊，好像只加一两票而已。已投完，谢谢，亲一个就。有人觉得很恶心是？那又怎样？干，我自己都流汗，他妈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抽卡都是假的，他妈的干，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。不过观众好像蛮喜欢听这种蛮丢脸的东西，可能大家觉得有趣啊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抽卡都是 gay， 对吧？都是假的，真的都是假的。我讲真的，口袋要够深才是真的，对，不然就是吃泡面才是真的。泡面也这样重啊？我们刚五十出头吧，忘记了，有没有？看一下，62了，谢谢各位啊，干得好啊，就是你们的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们，真的。这不枉费百姓这个啊，这么多年来跟你们的那个互动，有没有？真正是啊，麻吉。按赞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个神魔里面非常多技术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很可惜，我必须讲特别 highlight 一个人，秋嘎米。对，神魔里面我在玩，让我觉得对，能够让我他妈他捏捏的，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要一点功力的人不多。你要不要摸啦？没有，他乱讲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秋嘎米在这个我必须讲一下他。真的不错啦，只是很可惜他 没有在玩什么，不过他有玩时空，可以去看他时空之门的台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个人是蛮推荐可以看他的台，因为他的台的观念不错，有些时候他会有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玩法会分享给大家，对，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技术也不错啊，重点也愿意分享，这很重要，愿意分享。你很少看到我这样一个啊，推这样一个实况组，很少。哎，他算是其中一位，好吧？来比一下哦，62，准备哦，68，又加了6票了，谢谢各位。这些年来没有跟你们啊，对啊，没有白相处，干，我感动都快那个了，真的，谢谢你们。那无尽轮回啊，来看一下无尽轮回，哇，一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跟你们的一个互动是我一直很喜欢，因为就像今天没有地狱，为什么要开台？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开台跟你们玩，我不喜欢，我虽然一个人玩是很无聊的，因为我也很宅啦，我必须这样讲，我也很宅啦。以前他妈就自己一个人玩很爽很嗨啊，可是你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那样的喜悦，你们无法了解。就像你们有些人都跟我讲说你们用什么队伍通关了，我干我垮了我马上，我先明，因为可能是看我影片或者是讨论之后有一个重点出来的关卡。啊，那样看起来就蛮爽的，大家互动的那个感觉，我是最喜欢是这个啦，一定要支持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因为我们刚好缺了一些什么卡嘞，就是我包里面没有的卡，好吗？101026，谢谢，对，谢谢你帮我催票哈，这百姓就靠你们撑起来了，真的，等一下那个我看最后数字多少，我一定会把它放上去的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就送啊，那个投票就谢谢各位了。我、跟了3年了，怪不得。谢谢你，想抖，抖什么？抖内吗？可以啊，下面有啊。我的看魔术并没有特别去练。嘿，哪挂哪被练哦啊？开玩笑，有时间再说。哦，这是对，有没有？嘎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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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珠就是这样用的。阿甘尼亚，我死了吗？
不是官兼是申诉信吗？百姓的账号里面的好友也都是干这个，这以一挡千的，看到没有？傻九，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，应该认识啊。他是专门在玩巴卡的，看到没有？几回合？五回合呢？干傻九，你请我喊麻了。你每次他妈我的排行榜的几乎都在前三名的，这种是属于以一挡万，立下，立下101，干是故意的。第一抽火吸啦，第一抽火吸啊！你别等你个给五抽，看我好小。我说五抽内中吸啦，我多一抽。但是如果第一张就中火吸啦，我再多五抽。我干，老百姓不出狂语啊！叮，哦，我没有新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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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加倍有感，妈，看有你们真好啊！谢谢你们，拜拜拜拜。刚投了，谢谢你 ，ASD。你这刚好像怪怪的。